家好，我是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寿命长的人睡前爱做三件事，若你也能坚持，或能为长寿加分。一、睡前泡脚。每天睡觉前坚持用热水泡脚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有助排除体内的湿气和寒气，而且对睡眠也有帮助，有利于长寿。二、睡前不吃东西。很多人睡觉前觉得饿了，就会再来一顿夜宵，这样不仅啊会影响睡眠，引起发胖，还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睡觉前最好呢不要吃东西。三、睡前用手指梳头。睡觉前坚持用手指梳头，每次5分钟，可以畅通头部气血，有利于脑部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促进睡眠，还有利于头发的生长，也能够为长寿加分哦。得了，就。